谢谢，不管是一直以来支持我的朋友，或是最近，跑来跟我说，我看到我很多有不一样的一面的朋友，就是因为其实我不管是音乐上或是戏剧上，我都有一直在想要有一些新的表现。那很谢谢大家一直来的支持，跟有给我一些鼓励。我会选择蓝色吧，因为其实我觉得我是。就是自己一个人的时候是有点忧郁的，但是遇到朋友的时候，或者是在开心的时候，会反差有点大，就是会突然很嗨这样。所以我觉得蓝色也是这样啊，就像他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就是有点忧郁的颜色，可是如果衬在蓝天、白云、大海的时候，它就是一个很幸福的颜色。其实我一直以来都想要尝试稍微有一些比较不一样的。演出方式，那三明治女孩逆袭这一次可以就是有真的有磨练到这一块，因为有很多喜剧的拍子的一些学习，在角色之间切换，因为我觉得这次的角色是有很大的反差，在公司跟他在家里的时候很不一样，所以我觉得这个 range 很宽，所以玩得还蛮过瘾的。